OK，好，大家中秋节快乐！不知道这会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在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团聚了呢？我吃了非常好吃的奶黄流心月饼，哇，真的是我觉得我吃过很好吃很好吃的月饼。不知道大家一会儿要吃哪种月饼啊？是什么呢？我觉得有好多好多都挺好吃的，比如是。鲜肉啊，莲蓉蛋黄啊，云腿呀、啊，还有枣泥呀、啊，啊，当然还有五仁，然后呢，给大家汇报一下最近的近况。最近呢，在准备学校排练作业，然后跟老师也商量了要排一个什么样子的剧目呢，然后最后决定排一个非常经典的，然后找了同学我们一起排练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是很兴奋吧，但也算是一个挑战。然后就是工作了，其实昨天也结束的挺晚的，但是工作嘛，就是忙得赶了。那大概就是这样，然后也希望大家中秋节能够吃到自己喜欢吃的月饼哦。要分享给我看你最近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么再说一次，就是中秋节快乐。然后一会儿舞台见，拜拜。